GP 表展抢头香，议员陀飞轮亮相。GP 芝博表三日在台北举办2017年首场表展，展出20只总价超过1亿元的腕表。主要呢，这一次呢，我们表展的重心呢是 focus 在我们2016年刚刚得到日内瓦钟表大赏最佳陀飞轮的这个陀飞轮腕表。原为对抗地心引力、增加精准度而发明的陀飞轮装置，现在已有了更重要的使命。在21世纪的陀飞轮呢，是为美丽而活。那这一款陀飞轮呢，我们是复刻1889年在巴黎博览会得到金牌奖的那个怀表。整只手表呢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很优美的三金桥的抛光打磨。而为了增加光线折射，表面还特别采用箱形的水晶镜面玻璃，可以让佩戴者呢可以更清楚的欣赏到这个陀飞轮的这个机械美，还有三金桥的这个排列美。时尚动新闻报道。